日本最在意的品质问题。那国际地方创生日系产品的台湾总代理啊，连锁加盟，这就是中心哈、啊，然后来让宠物。最后我们会有电动车的充电站啊，跟日本熊本村一模一样，连角度都没有偏差。好、啊，1:1复刻好、啊、日本熊本村。那未来建制起来的熊本村啊，在一年半的时间内，我们争取啊，尽快把它完成。那这个就是120万人次，啊的游客量，怎么做到？啊，如果我后面5个方法你也认同，请你跟我一样喊 yes。第一个方法，大家是不是好想去日本？好，只要你想去日本，每年台湾有482万的游客前往日本，因为 COVID-19 的关系，现在只剩60万。所以我们今天利用熊本的魅力，带来熊本的美食，希望能够邀集全台湾2300万的游客喜欢熊本来彰化。第二个，假如你不能去日本，嘉义把日本的城市搬过来好不好？好。小到一瓶矿泉水，大到一个 Hinoki 的快木村。好，熊本村再过来会有艺伎的演出，啊，然后会有忍者秀，会有武将队。当然，你们最期待的 Kumamon， 啊，熊本熊，啊，我们目前也在邀请安排他过来。好，那彰化站百年重现日本移民村的商业市集。好，那第三个 yes， 我奉上日本铁路便当。好，日本铁路便当基本上是一个日本的餐饮文化。今天通过善行车库，我们推出咱笨的一个品牌。好，那以整个日系的铁路便当为主，啊，那各位有亲朋好友从外地来访彰化，记得带他们到善库，好，这边可以品尝日本便当。那今天首先招待大家的就是蒲烧鳗鱼饭便当，好，等一下会后大家都有，好，大家都有，我们到食堂那边来领取。畅游日本村来消费，逛屋台，泡居酒屋，人均消费1000块，容不容易？容易。啊，120万人次，一人花1000块在彰化，就是12亿的商机。1搏20是我的主打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彰化住下来。只要他住下来，导览老师带着他去走些串巷，去体验各邻里的风采。所以各邻里记得要准备啊，你们的市集，啊，你们的消费，让游客把钱留下来。哦，那熊本会馆基本上第一栋 Hinoki 的熊本木屋已经坐落在雾峰。哦，那马上在下个月，我们天气一晴朗，我们马上做第一栋熊本木屋在善行车库的吊装。哦，今天台铁局很关心嘉义，你说你要试运营，你要试运营什么？我说我第一个要试运营的叫母婴室。好，善行车库的母婴室，我们是第一个采用 Hinoki 熊本木屋来打造，我们会架设在观景台那边，提供来善库旅游的妈妈和小孩拥有最贴心优质的服务。那马上我们要扩建的是什么？要扩建的是厕所，好，我们要增建女厕，好，提供一个好的服务环境。更重要的是，善行车库嘉义保证不收门票，好，一样维持不收门票来推广我们善行车库的文化与地方的发展。12亿的商机分配，我们采用厂主、台主、业主的多种投资模式，主要招商是我们的日本企业。Sumimasen，我没有邀请
台湾的投资客户。好，所以这一次的机会，好，这一次机会请大家我们留给日本人。好，因为这一次是招商引资，所以大家看得到的就是 Hinoki 的一个屋台，造价200万日币，目前正在海上，即将到港。我们将用这样的一个屋台来打造我们旁边的商店街，整个商店街打造起来50个屋台摊，然后我们让日本人来教我们怎么做日本料理。到未来的街景，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新的不一样的，好，我们的日式屋台街区。国际地方创生的商业模式新形态，我们主营主要是以日本的代理、期货、连锁加盟，还有对日的策展、餐饮，作为对日的投资与数位化经营。所以熊本村将会是一个无现金支付的消费场域，那它也会将是日本都道府县驻台的展览馆。那我们会深度的跟日本的观光局合作，那将日系的品牌在台湾做延展与孵化。那品牌方哦，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商业双边商业模式。谢谢，大家掌声鼓励一下。我们想要把彰化这一个善行车库这一个世界级的古迹，好，把这里活化成为一个彰化人的骄傲。熊本的吃喝玩乐，哈，熊本物产不用出国就可以体验到我们熊本的一些文化。我们是由一个叫古城新生的一个投资团队进驻，然后我们的工期是1年6个月，我们要把这里打造出一个日本村熊本村。一开始就是起心动念是因为彰化建县300年，然后善行车库又是100年，好，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两个大的年度里面来帮彰化做一些改变。那我们现在也有看到说彰化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说是不是要升格，那我们希望说彰化可以透过我们这些活动把自己升格起来，那为自己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，这样子，这是我们最主要。那我们一开始有找到熊本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彰化善行车库当年的木屋是由熊本人来建造的，所以我们才会跟熊本有一些连结。好，那我们其实这个案子我们已经计划了1年多，那因为遇到疫情的关系，双方都一直没有办法赴访然后到现场来，所以其实本来我们都有预算要到熊本去参观，那他们也要来这边跟我们缔结姐妹室啊，议会缔结姐妹会啊，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都 delay 这样。